我们现在开始拨筋，拨筋的话呢，我们一定从左边开始，再做右边。左边是心系，右边是心血。我们会用这个拨筋梭来配合。这个梭子呢，它设计到很好，只要贴着各个肌肤，都可以走到每一条的经络。我们从拉伯钦开始，这边就是我们淋巴最毒的地方。每一条我们可以走3到5次，在走的过程呢，你觉得卡卡是正常的，卡的话就是它不通阻塞。现在我是走着下巴，现在走嘴角，再来，现在就是人中。然后脸颊，鼻子带上，我们眉头这一边呢，全部都是下垂的，所以我们就提拉带上就好了。好，到额头，然后再来就太阳穴。第二个手法，我们打圈，一样是从拉伯逊这边开始。他的手法是一样的，只是变成打圈的手法。我们拉伯逊呢是毒素最多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走。下巴就是我们肠胃不好的人有便秘的问题。他们就会产生有痘痘或者斑。嘴角这边也是一样。还有就是我们人中，这边也是可以打到圈圈的。这一边是我们的大肠、小肠以及胃。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经过脸颊的地方，脸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荷尔蒙。鼻子旁边呢，是靠近我们的眼睛还有脸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肝脏以及荷尔蒙。鼻子就是我们的器官以及我们的肺。你的打圈带上的方式，因为我们的眉头这边呢是有眼球，我们是打不到圈的，所以我们是提拉带上。我们额头呢就是膀胱跟肾。现在我们做第三个拨筋，就需要再加 Hydro Boost 在颈项。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可以拉一下，我们先把它提拉上去，每一条走3次，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，再来第三条，我们从外面带进来。走完过后，我们再提拉横的上去，这个是第一条，然后第二条，过后开始我走回我们拉伯逊，就是淋巴这个地方，然后到下巴。你们要记住，孕妇、高血压、心脏疾病，还有满脸痘痘的客户是不可以做的。什么皮肤能适合做？就是
有斑，皮肤暗黄，还有脸部少许痘痘，都很适合他们做这个护理，可以帮助他们脸部排毒。现在我们开始做右边，我们先把海藻玻色擦均匀过后，就可以开始拨筋了。你们可以看我的手法，是整个贴在顾客肌肤的，而且顾客还是不会痛的，也不会起痧，痛则不痛，痛则不痛。如果顾客有跟你说他痛的话，你们可以再把你们的手法揉一点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红是正常的，这个是顾客自己本身的血液循环弄到的。你们要做了额头，再来拉眉毛、戴上都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总之是有做到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再做第二个动作，打圈。你们可以看我拨筋术是很贴顾客的肌肤的，所以我们根本是不用用到什么力道，只要贴就可以了。只要你贴，就可以走完整个脸部的经络。如果你感觉到顾客这边比较卡、比较沙的话，就跟顾客解释，哎，你这一边是什么位置啊？它会比较卡，所以你要比较注意哦。这样子可以帮助你跟顾客多一点互动。最后眉毛这边提拉戴上就可以了。现在到第三个步骤一样的，我们又加海草补色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拿我们的拨筋做来操作的。一样的手也是要提拉，这边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再来第三个。可能提拉只是三个而已，一。这边是第二个，颈项这边做完过后，就做回我们喇叭清双下巴这一边，提拉带上。我们之前是有做过一个顾客，他的额头是很痛很痛的，我们问了过后还发现到原来他是有冷尿还有喝不够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看到顾客哪里是比较塞的、卡卡的，你们就跟顾客沟通，让他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眉毛提拉戴上，现在这个步骤完成了。